小七似乎挺急的。方总，您要不要登机前联系一下他？昨天毕竟有康叔在，很多事情也不好当面说。算了吧，就算我去找他，总有一天我也会忘记他的。停车，方总，这就快下雨了，您不能冒险啊！听说你之前请方总出面帮忙，但是被拒绝了，请问是真的吗？既然方总不肯承认过敏，那是不是间接证明是你在说谎呢？小夏，你为什么要在这里没洗的？你在说谎吗？你相当于欺骗大众。你真的是这样吗？方总，方总，您说一下吧。